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about to start.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会议，请大家入座。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我们呢，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闭幕式会。这是我们的 IGF 的闭幕式的会议。在座的有林森 Settimo， 他是 IGF MAG 的这个咨询组的主席。 然后最后有法比修，这是协调的这个秘书长，他呢是负责，他是这个秘书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的，另外有 Martino， 他是法方的这个联合主席，然后在右侧呢还有 Pierre Bonis， 他呢是法国的多利方组织、多利相关方组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我们呢分三部分来主席。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呢先做一个引言，然后呢由这个东道主国家和主席做一个这个发言。之后呢是一个自由发言，大家可以看到，左侧和右侧都有可以这个交替使用这个麦克风。 之后的话，我们有一个闭幕式的思考会议，有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来参与。那么，现在请Linda Samdamu 来做个发言。我呢想借此机会来感谢这个 IGF 这个社区，通过离线在线的方式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和在今年的会议还有去年的会。 我们开了非常成功的会议，而且的话还有很多会闭会期间的这个活动，那么还有包括动态联盟，做了很多政策方面的努力，来这个积累我们4年以来的经验。另外的话还有100多个这个 IGF 各国的 IGF 这个组织参加，那么。 汇报了这个 IGF 生态系统所完成的这个工作，非常要感谢，还有很多要感谢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完成，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东道主国家，这个帮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自由发言的这会议，然后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呢有个时间也很紧，请大家把事先准备好自己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呢还会听一些这个反馈，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工作，特别是请大家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些问题，就是在今后几年里面，看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好的落实我们的这些这个工作，同时的话，那同时。 而且的话，请大家提出建议，越具体越好。而且在你提出建议，和你一定要明确你是哪个主题，是根据哪个研讨会，你要做评论的。我们有很多的工具。下边我请马要 Martino 这个发言之前，我要首先要感谢尼奥科组织来对我们这次 IGF 组织的提供的这个支持。 而且教科文组织也是这个信息社会峰会的参与者之一，同时要感谢，这个任赵先生，他呢，也是支持组的这个人，他今天现在没有到场，而且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在今后还有机会在一起工作。现在的话，那么法国的这个有关的部的话，也是。
我们这次 IGF 的这个共同做组织，法国政府的话积极的参与这个事，来保证我们的 IGF，这个实际上是比较晚才决定的事情。那么在瑞士在1年前，也提供了类似的这种帮助。我们要感谢这个瑞士和法国对 IGF 的支持，感谢你们所表示的这种支持。我们的话，期待着明年柏林的会议。我们呢，也感谢德国方面的支持。这个，我们呢现在是3年连续都是在欧洲。这个呢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呢要感谢这些政府。我们呢需要让我们的事情更加的多样化。那么也让我们的话能够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这个增加互动，也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在其他的这个地区召开 IGF。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请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多样化的话，要扩大我们的利益相关方，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有多样化的这种做法，应该到其他的这个大洲去开会。现在请这个大使发言。谢谢琳娜。我首先要非常尊重的请我们的代表，民间社会的联合主席，先请他来说话。我们呢，我们以我们2个人名义感谢这个林呢三旦木，感谢他的这种这个不懈的努力，感谢他的这种激情，他的经验，来投入我们的工作。而且呢的话，他非常献身这个 IGF 的工作，他每天早晨起来都是为了 IGF 在工作，无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东道主国家，让我们这个机器能够运转起来。所以呢，Lind Santa Mu，所以的话，法国呢接待您，这样接待您是完全是应当的，因为 Santa Mu 女士的话，也是这个法国波尔多葡萄红酒的一个品牌，而且是最好的这个红酒，叫三代目。所以呢，所以呢，感谢 Lin，感谢你的团队，感谢秘书处 IGF 秘书处，然后由 Pierre 现在来说几句。Pierre Bonis，非常感谢 David，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呢正在做这个13届 IGF 的这个会议的这个闭幕式，但是还没有完全闭幕。很多人都知道，下面几分钟要开始的这个会，也就是说这个总结会是内容非常丰富的，来总结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这个讨论情况，找到了解决方案或者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这个我们的会议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个组委会，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巴黎这次会议，IGF 的会议呢，是我们这个IGF 的一个里程碑，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的是，参与者非常多，有大约3000人参加，而且多样化。第二个呢，是联合国最高级别的会议，也是东道主最高级的参与。这个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有秘书长的参加和总统的参加。最后呢，还有现实的这个事新这个情况，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也迫使我们每一个相关方来寻找解决方案，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每天出现的挑战。同时的话，要利用所有的这个信息社会的机遇，要利用这种机会。所以的话，我非常骄傲参加了本届会议论坛。在教科文的朋友们的话，也要向他们表示致意。Venezuelan 的他们呢，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有时候工作条件也非常艰苦，才在这儿接待了诸位。是因为他们辛苦了，特别是因为我吧，所以的话应该向表示抱歉，向这个教科文组织的员工，
但是的话，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和他们一起合作工作。大家都，我法国都相信这种多利相关方的做法，因为它是一种公正的、有效的这个方法。所以的话，我们成立一个组委会，也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组委会，来组织我们的后勤和组织工作。而且的话，我们证明它是有效的。那么我想呢，现在就应该感谢那些人、那些机构，经常是自愿的免费的参加，拿出他们的时间，拿他们的精力，让大家能够有条件在这儿开会，在一起寻求这个未来英特网的解决方案。所以的话，我呢要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法国民间社会的同志和朋友们，而且呢特别是Isofrance 这个机构，它是创了这个法国网页的第一个网站绿线 Thanks， 我要感谢你。我们呢几年前四年前建立了一个法国英特网篇章这么一个东西，你们要感谢你们。这个还有 Jennifer 他呢坐在第一排，感谢你做的工作，随时随刻做的工作。你是 David Complete， 他也是一个 Numeris 的机构的领导，我看不见你，我知道你是在做，感谢你的协助帮助，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当然我还要感谢Lafnik 的这个总经理，他是管理这个.fr 这个域名的机构，感谢你的团队 Sophie Gamak， 所有的传播团队 Hashis， 所有的这个商务部门的团员，而且的话你亲自参加我们的会议，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技能和时间，用你的团队为我们服务，这个呢对我们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要提一下，勒杭菲拉利，如果听不见的话，他因为是很一听到他的名字的话大家就安静下来的，是一看呢这个域名分配机构支持了我们，是 Sébastien Bachelet， 他是一看的原来理事会的成员，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家，他也是最早参加这个工作的，我们他也给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还要感谢 Monji Mazug， 他是 Orange 这个企业的，他呢从智力上和其他各个方面帮助了我们。感谢 Stefan Hishaw Orange 的 CEO 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感谢你。同时我还要感谢 Jean-Pierre Ferrand， 这个是一个事件组织机构，这个大活动组织机构，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好条件来接待诸位。Pierre， 你接着讲。那么我还剩下还要讲呢，就是说，以我们的组委会代表民间社会技术社区来感谢政府，这个说出来应该是对的。我特别是要首先要热烈的感谢丹丽娜·安慕尼的，他做完成了几个月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感谢那这边扎比哈这些人，同时还要感谢Stefan Nini， 是法国驻教科文的常驻团的这个常驻代表，他们大大方便了工作。同时还有一个这个突击队，应该说是在我们的协调委员会里边有一些机构，它是属于公共的机构，他们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要感谢。是法国全国数字理事会，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
卢德华，还要感谢 ARCEP 是法国的这个电信监管机构，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要所说的感谢的话，感谢所有这些人，他们呢，他们有些人是第一次参加 IGF 的工作，以前是也有的是已经有经验，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大家能够在非常好的条件下来完成你们的工作，谢谢所有刚才列举到这些人，还有很多人没有提到，也要感谢他们，也要以我们的名义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他们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四天以来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大家呢都非常高兴非常愉快的学到了东西，因为他们的工作的话很后勤的工作也都做了记录做这个归纳，你们有很多很多人这个志愿者，我们不可能把你们的参与的这个机构都列举出来，所以但是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在这个 IGF 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谢谢你们。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所以我们可以多用点时间来讲话，我呢要请两个法国数字生态系统的两个代表来讲个话，他们应该讲话是两个企业家，因为我们这三天来之所以能够很好的做这个工作，因为正是因为他们象征着一种价值，也都是我们想要贯彻的一种价值，所以我就是像 Jabotsky， 他是 Lino Gahao 的创始人，他也是法国数字理事会的成员，他呢是一直是在欧洲和法国提倡开源软件，还有 Quant 的这个创始人，也是同样的这个原因让他们来发言。Monsieur l'ambassadeur， 大使先生 ，David，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的荣幸，我也代表我的企业，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2018年 IGF 的闭幕仪式，想要感谢 Marc Tinon 大使以及 LAFNIC 的主席 Pierre Bonis 邀请我们参加这一次活动。我们与各位与会者都有共同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是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网络的中立性。网络中立性，有人会攻击它，这是为了互联网巨头的利益，我们不希望互联网成为几个大型公司的领地，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赚取商业的利益，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都应该拿来买卖。互联网不应该成为一个商业化的空间，这不是我们社会的模式，也不是我们的文化。同样，我们认为，我们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即便再强大，也不应该是由一个国家来确保公民的自由。我们认为应该有第三条路，应该是有一种民主解放的方式，这是法国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所有的传统，有许多的欧洲和非欧洲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价值，在这些价值当中有伦理道德，尊重个人的隐私。我们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共同的应对，政府和民间社会要共同携手，
让互联网的精神能够得到保护。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只有它才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平等的生存、思考，以及在网络空间当中行动。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这一个公共的产品，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是互联网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这也是我的一场斗争。18年来，我和我的企业一直在这个方面努力。我们所开发的软件都是真正的开源软件，是免费的、开源的、自由的软件。我们认为只有共享才能够创新。我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们企业有多少业绩，而是我们能够造成多少积极的影响，让每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免费的享用创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来源。我可以一直跟大家讲下去，讲数字包容性或者是数字培训，但是呢，我知道今天时间不多。我想再次重申，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聚集在一起，在3天的时间当中进行思考。亲爱的朋友们，我有个愿望，让我们共同行动，使互联网仍然伟大。谢谢。Derek Leandri, fondateur de. 现在请 Quant 的创始人，他也是法国数字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位领袖。他的模式也是有许多我们所珍视的价值，比如说他的搜索引擎很早就已经符合数字保护的要求了。谢谢你邀请我以及矿次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就直入主题吧。女士们、先生们，非常的荣幸能够在第13届 IGF 的闭幕仪式上讲话。而且呢，今年 IGF 是在教科文组织举办，这也是全球推动人权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在3天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互联网是一个交流的空间，为什么能够促进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刚刚纪念了11月13日的恐怖袭击，让我们进一步的反思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要性，这一切都应该得到加强。当我们在2011年刚刚开始做搜索引擎的时候，当时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人权的要求，要求所有的企业，包括互联网的企业，要尊重最基本的人权。这也是 Quant 一直秉持的原则，我们保护网民的隐私，而且保护获得信息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以设计保障自由的一种理念。我们从不收集用户的数据，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保护网民的隐私，而且我们的搜索也是中立的，让用户不会进一步的加剧他们的极端化，不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成见，
而是看到世界的多元性。我们所提出的就是这一种新的模式，我们认为应该鼓励这种模式，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可持续性的发展互联网。我们不能够继续为了赚钱去窥窃他人的隐私，要尊重个人的隐私，保护数据的安全，怎样才能够做呢？我们不能够一边当消防员，一边当纵火犯，不能够一方面操纵人们的数据，同时又声称要打击不容忍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摆脱这一种在数字方面的两极化，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向绿色能源转型一样，我们认为在数字界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有新的模式，我们应该有一种可持续的互联网发展，一种负责任的互联网，让人们有权利进行选择，希望监管者能够占有他们应有的位置。这种自由的选择和监管者的角色受到了垄断公司的威胁。马克龙总统周一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说，不是说只有开放或者封闭的互联网，不是有各个国家自己的互联网。我今天作为一个企业的企业家，我们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够遵守同样的规则，这就需要我们抵制垄断的企业，因为最终呢，公民们他们会通过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美国人，我们需要中国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我们需要非洲人，需要印度人，需要南美人，需要亚洲人，需要欧洲人，五大洲的全世界的人民。所以我们需要联合国，我们需要继续努力让互联网成为一个受到保护的网络，但同时呢也是一个中立的网络。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now. 谢谢。我们现在开始开放发言的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任何想要发言的，请大家排队。有两个麦克。如果你们是在远程参与的话，你们可以在在线的这个清单上面排队。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 think you were first. We're going. 我们会轮流主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自由的发言，当然，这个会记录下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发言，请大家放心，我们都记下来了，并不是不回应你们。每个人发言两分钟，也是为了促进大家的参与，特别是网上的参与。请大家在发言之前，先介绍你的姓名、国家以及代表的组织，然后请慢慢的讲。谢谢大家，下午好，我叫丽丽，我来自戛纳，是 IGF 的一个青年组织的成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GF。我特别听到了
几个会议的主题，比如说数据、数字的包容性。我发现有两种形式的不平等，一个是设备，一个是网络的基础设施。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措施是促进设施建设的。我建议除了多利攸关方的方式，我们还应该用一种跨学术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充分的动员各界，有助于我们建立起有信任的互联网。谢谢。我叫 Steve Upshaw， 我来自加州，这是我第三次参加 IGF。 好像每一次召开会议的时候，国家接入互联网的这个问题都是受到质疑。我们说全世界有几万亿的钱用在战争上，但是呢，非洲的一些国家却没有电网。所以说呢，资源到底应该投入哪里？是应该用来打仗还是用来发展？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每一次会议上都听到同样的问题，这是很不好的。第二呢，就是现在自动化、机械化这些技术，现在在美国和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巨大的影响，很多人失业了。数字经济在影响着一些工人阶级人的生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说这个问题非常大，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被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所埋没了。因此呢，美国这个问题很严重，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我们在不久在is having a radical effect, and this has to be addressed because you cannot build this world in a vacuum. 我们不能够在真空当中生活。现在在加州的发生了什么？森林大火，而且不光是加州受到影响，整个世界都有同样的现象。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互相连的。硅谷的很多人，他们好像以为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泡沫当中，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我回到加州的时候，我必须要想是不是要戴一个面具才能够呼吸。本来我以为只有在北京才会这样，所以说呢，现在要关注环境的问题。谢谢。我叫 Vantin Ventures， 我来自荷兰，我代表技术界。在过去的论坛上，我们听到 IGF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改进。我们也有一个工作的主题是加强合作。我想要给大家谈一谈怎样才能够改进。首先是在闭会间的会议方面，我们在不断的改善，希望能够有更加积极的会议，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者成果。另外呢，就是在传统的 IGF 形式下很难有具体的成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在线上和线下的决策的方式。第三呢，就是领导力。刚才那位发言人说，有很多非常大的话题，
他们可能很难用一种完全是自下而上的形式来进行。也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些非常宽泛的议题，想要举三个例子。我不是要批评谁呀，只是举几个例子。这是我参加第九次 IGF 了，比如说在儿童保护这个环节，我知道9年之后，我在1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听到，其实没有说到任何具体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说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领导能力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够具体的推进，有具体的成果？第二呢，就是协调。我们在网络安全方面有10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讨论怎样推进，而不是每年都听到同样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具体的成果。如果我们可以组织一些工作的会议或者是工作小组。因为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希望在2019年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下一个发言人。我要感谢给我们提供机会来到这个论坛，而且呢，能够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参与，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人民的发展和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新兴的技术，以及呢，数字技术、信息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道德伦理的问题，所以啊，在这个领域中应该要做出一些政治的决策。为此，我要感谢 IGF 论坛，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我也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能够更加民主。联合国呢，也应该积极参与。我们不管什么人，所有的这个社会人呢，都应该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这个电讯，以及呢信息也交流、传播等等，这些呢都不能够单独的去发展，应该要和政府、和研究单位、大学以及民间社会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另外呢，我们还应该要有力地和网络犯罪和网络的恐怖主义做斗争。为此，我要感谢论坛的秘书处，感谢他们成功地筹办了、准备了这一次会议。谢谢，谢谢您，也，你们要知道呢，这一次会议呢是由联合国的6种正式工作语言提供翻译，所以你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发言。谢谢，我是 MEG 的成员，已经在 MEG 工作了3年了。我要感谢你们，感谢 Lin，以及呢，感谢你们。使得我们能够任命 MEG 的新的成员，他们的名单呢将要放到网上，我们会有机会呢和他们相识。还要感谢巴西的同事以及其他的世界地区的这些同事，希望祝他们呢能够取得成功。你们大家不应该忘记，IGF 呢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计划，应该呢积极参与。在此之前，他有这个来自拉美地区、加勒比地区的
这个人民呢和居民他们呢有一种被这个遗忘的感觉，但是呢现在已经呢对他们足够的重视了，而且这样的会议可以提供他们的语言的翻译，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同事，她呢怀孕了，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从网上也可以参加会议。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的信息传播的模式，还要感谢Michael Nelson， 他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个老的成员，感谢他做的贡献。我们期待着这次会议的报告，谢谢。我首先呢要谈一些正面的印象，这次会议非常的好，而且呢也要感谢法国，感谢会议的举办者。网络治理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呢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但是呢往往没有听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管理、网络治理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在其他的场合如果要是谈及网络治理的话，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场合，因为在这个我们国内或者在地区的一些会议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啊，我有的时候会问我们到底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如果我们不集中精力谈网络治理的问题的话，这是很遗憾的。因此呢，国民社会以及这个多边的利益相关方他们呢都应该要发表意见，而且呢他们发表的意见是代表了我们的看法。我们在这里谈及年轻人的问题、性别平等以及呢其他的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啊这些问题之所以谈及都是应该和互联网的治理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政府部门、公民社会以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平常的接触不到的这些领域。所以啊我们实际上都是各自在各自的这个地方，我们到这儿来是就是为了能发表意见、能够说话。而有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并不是在跟那些真正的决策人对话，我们的这个意见呢传不到他们那儿去，我们的意见没有真正的传到他们那儿。好像有两个是通过这个网上在线报名要求参加这个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三个这个等的排队的这个群体啊？你们看怎么弄。All those beeps are promising, but if we need a few more seconds, we can go to the next speaker and come back. 我是来自印度，我叫 Hatin Bakiguda。首先要祝贺这次会议，祝贺联合国和法国政府。你们知道，我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印度，我总是在想，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最令人兴奋鼓舞的时代，因为数字计划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事物的发展。当然新的科学技术是很令人着迷的，但是呢这些技术有的时候呢也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威胁到就业，威胁到这个比如说在
德国呢，我们还将要继续开会议来讨论技术的和技术的运用问题，怎么样让技术来为社会的发展发挥正面的作用。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路线图，来利用这个技术怎么样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们可以知道，在印度我们有13亿人口，但是在未来的就业机会里头呢，有9%的这个就业都是属于这个都被自动化所取代了。好，网上报名的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们。我是叫 Florence， 是无边界互联网，我们总部呢是在巴西。我想谈及啊，马克龙总统在开幕式的时候做的发言，他呢也发言呢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评论，内容非常丰富，也在我们过去两天的讨论中呢，大家都谈到这一个发言，而且显示了这个作为一国总统，他对互联网是如此的关注，如此重视。但是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我在这里想谈的是从这个民主角度来说，应如何加强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和管理。当然这个民众的看法当然了是可以呢作为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内容，但是我想呢这个互联网上是有一些极端化的言论，有一些这个宣布仇恨的言论，但是这并不是互联网的错误。我们也知道互联网它同时也宣传其他的一些思想，还有呢一些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反这个人道主义的呀，或者是甚至是法西斯的一些言论，也是利用互联网在这个宣传。另外还有就是同时呢这个经济的发展本身呢也造成了社会两极的分化呀，以及这个脆弱群体他们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坏啊等等。所以呢不能够把所有的罪啊都归在互联网上。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制度，像马克龙总统说的那样，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要保护这个我们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是按照这种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我认为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看表面而不看这个实质的内容，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这一点。另外呢我还想谈及巴黎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信任的这个宣言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呼吁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应该进一步的思考，但是我们要考虑治理的问题和网络安全，而不讲这个怎么样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所以呢我们应该是首先要对保护网络空间进行这个思考，我们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谢谢。谢谢。萨拉。我是前 MAC 成员，我在这里呢是代表我个人发言。我感谢法国政府组织了这么出色的一次论坛，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尤其呢是那些想要对这次活动做出贡献的人，我鼓励他们积极努力去做贡献。在我们第一届 MAC 国际大会上，我将要呢把有关的链接啊发给你们，你们可以呢去报名参加，参与这方面工作。此外，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我曾经主持过在本周啊主持过两次的分会。我觉得呢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谈网络信任。这个网络信任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人们的对于互联网的恐惧感以及呢受到金钱的这个诱惑，这些呢都是成为啊以不信任感的滋生的这个因素。有的时候呢马克龙谈及两类的互联网，一个是加利福尼亚的纯自由式的这个互联网，以及呢中国式的互联网。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互联网的监督和这个治理啊到底怎么做，否则的话呢就在这个方面呢就会受到危险。网上的参与者提问，用话筒来提言，我来念一下这个网民的评论。联合国秘书长重申了 MAC 计划，尤其是2018年、2019年的这个成员，新的成员一共呢是有52个成员，将要制定一个2019年第14次论坛的一个日程和计划。这个论坛呢将要在德国举办，在未来的IGF 的工作，以便的推动未来的论坛工作能够更加有成效。确实我们的工作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进步的余地，在明年希望能够工作的更有成效。我想读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呢是由三个动力网络，这个动力联盟共同制定的，在这个巴黎2018论坛的一个动力网络联盟呢说，巴西的互联网这方面呢有了很大的进展，以便呢怎么样更好的保护人权，保护个人进一步的改善互联网的管理和这个交流，通过好的管理，通过由这个合作各方共同来治理，在巴西网络的治理以及呢法律方面的保护，今天呢是受到了威胁，受到了真正的威胁。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平衡，在社会不同的这个人群中找到一种平衡，建立一种合作的平台，以便能够制定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呢可以得到国际的认可，这些原则呢既涉及到权利也涉及到义务。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将我们的工作和欧盟以及其他这个国际机构的工作结合起来，要保护这个隐私，同时呢还要在新的技术和法律框架保护的那个法律框架的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以便呢能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呢，制定更好的公共的政策，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制定这个公共政策。所以今天我们当选的政府宣布互联网的管理和监督，属于呢这个司法，而他们呢主要是由这个军人来行使的。而这一点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于民主和这个各种自由权利的一种干预。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人的自由，公民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以及呢表达的自由等等得到充分的保证。我们在网络上呢必须要保护隐私，保护司法，同时我们还必须保持警惕，尤其呢就是这个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的数字和隐私，不使我们个人的资料这个外流。另外，在研究人员中，大学我们将要共同努力来进一步的改善互联网。在巴西呢，我们要改善我们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因此呢，我们要这个揭露啊，刚才我谈及的那些新的一些互联网监管的措施，就是在上一届刚刚进行的总统选举过程中，通过这个 WhatsApp 和其他的一些网络，他们呢就试图要去影响这个总统选举的情况，所以啊，我们对此表示非常的担忧。请大家发言的时候尽量遵守时间。我的名字叫 Sun Ryan， 是东南欧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执行秘书。我呢是代表这个2018年的 IGF 的这个一个工作组来这个发言。叫YCIG， 那么我们的话已经在看有哪些研讨会可以让年轻人来参加，特别是在巴黎。我们呢已经组织了十几个这个研讨会或者叫研习班，但是呢只有两到三个人这个报名来参加。那么有的时候呢只是让年轻人呢是在会场上来发言，而这个 IGF 的话实际上是不需要邀请也可以参加了。所以呢这种局面的话是非常这个令人失望的话，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呢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的话我们呢是就是说我们应该停止这种做法，不能够说想到这个年轻人就觉得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呢也是企业家，而且也是这种活动积极的活动家，他们呢是未来的政治家。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这个联盟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的联盟，我们应该超越这个定义，那么不要把他们简单看成是年轻人，他们呢是一个这个群体，希望呢明年能够改变这种情况。我呢想用10到20秒的时间呢来提一下别的这个研讨班，也就是说呢是 IGF 的宁签运动。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沟通都不够，无论是这个YCIG， 这个他们的传播的不够，但是这些信息的话完全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所以呢在这个信息传播方面的话有这种孤岛的现象，这个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所以呢是一种浪费时间。所以的话
今天的话，我们也说过了，大家一起就继续做事情的，才能这个事情更加的有意义。谢谢。说得很好，我们呢记录下来了，明年要注意。现在请你来发言。我叫 Betty Foster， 我的代表这个加勒比海瓜德鲁布的这个数字社区，感谢法国的组织 IGF 也请我们参加，另外的话还有法语世界组织也来组织我们来参加传播信息。我呢我们在 IGF 做了这个，我们要提两点。第一个点，我们呢作为加勒比海这个地区，我呢用西我的左边的这个在座的人用 Creole 英文和法文，但是呢他用英西班牙语讲话，我们呢他是用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听不懂。所以的话，我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书面的这个文字，这样的话对那些不讲这个西班牙语的人呢也是一种尊重。还有一点呢，昨天的话我想了解，就是说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法是如何用于这个非洲的网络安全的。我们发现呢，那么这个参加会的人的话，他们呢是等于是一个美国式的模式，把这个模式用在非洲。我觉得呢这个网络安全是用于非洲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很多的网络的安全的缺陷都是这种文化有关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呢应该有一个增补件，就是来进行磋商，使这种模式呢成为真正的多利益相关方，而不能够只注意一个社区而忽视另外的社区。谢谢。非常感谢。慢娘。慢娘。看有没有这个在线参与的。我叫哪儿？罗汉斯，我的名字呀。我呢想谈一下，是在尼日利亚这个远程发言，感谢给我发言机会，参加巴黎的这个活动。首先要感谢那些团队，他们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和让我们和这个会议连接。礼拜一的话，我们也通过连接参加了不同的会议，通过这 Webex， 通过这 YouTube 接入这个 Webex 参加了会议，远程参加会议。那么如果没这个链接的话，我们是没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我相信呢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努力，所以呢我感谢这个为此做出贡献的所有的人，而且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参加这个从阿布加这个地方来这个实时的参加我们的会。我们呢参加了一个会议厅的会，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最后一个发言呢是也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一个人，那么很难这个实时的跟踪这个会议，听这个会议，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英文的，虽然呢就是现场有语言的翻译，但是在我们这种远程中心这儿呢没有这种同传翻译。有很多的会参会者都是在线的参加，那么应该是否看有一个办法让人随时得总得看那个字幕。但是的话给我这个发言机会还是要表示感谢。非常感谢
那些感谢那些这种远程参加的人。现在请你发言。大家好，我是来自俄联邦，我和政府部门合作，互联网呢，现在是属于所有人的。它可以说是我们现实世界在网上的一种翻版，它不是属于军人的，也不是属于高校的。现在的话，我们不能靠这个自律来这个治理这个空间。我们呢制定了国家的法律，有一些国际的法律。那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边呢，我们也需要法规，共同的法规，国际的共同法规。前天马克龙总统讲到，实际上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还有另外一种是中国的做法。也许的话，我们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在对这个互联网进行治理。俄罗斯呢，认为，有关国家呢，包括政府间组织，他们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的机构。国家呢有权利，他也有义务，他们有应该保护自己的主权，包括自己的主权利益。每个国家，但是呢也应该考虑到自己国家的现实情况，那么有关的数据，看他们怎么管理自己的数据。但是也不能从一个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做法，一种平衡的做法来进行治理。有些国家，有100个国家，30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我们听了很多的发言，听到了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呢，通过这个论坛，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俄罗斯呢，一直是支持建立一种系统，来加强对网络的信任，同时呢，要实施一些规则，国际的规则，来调控这个互联网。我们呢，想呢，也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这种无论是我们呢，应该由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一起的参加讨论和通过这些规则。谢谢大家的发言，谢谢谢谢。现在请你发言。那么我呢是代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我们感谢这个组织和这个东道主非常出色的主持了这个组织的这次 IGF， 要向所有的志愿者这个致意，以及向所有的各个社区积极参加合作。那么在几年，这个数字的融入，这个数据的收集都取得很大的进步。几周前，我看到了这个 ICCP 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所以的话，我们呢都应该改变我们的做法，应该为此做出贡献。这个呢也是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再次的提醒我们工作的意义，来达到我们这个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这个目标，完成这个可持续发展目的目标。这个呢都需要我们使用新的技术，但是呢互联网的和新技术的这个问题呢，但是这些问题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扩大，也就是说它要解决问题还不如说它制造的问题更多，那么这个就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也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就是看我们未来这个 IGF 怎么这个做。我们呢保证的话，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会积极的支持你们的工作，来加强对互联网的治理。我们呢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网络，
但是呢和 IGF 的网络呢是互补的，我们呢希望各个社区群体能够很好的进行思考，来加强各个这个社区的工作。谢谢。有没有一个另外在线要发言的？我们能听见你。我们能够听见你，请发言。我是。听不清楚这个。我呢想。做一个评论。补充一个评论。来感谢 IGF 的这个组织者。组织的非常好。我们呢有一些共同的数字梦。它让它更公正更透明，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这呢是我们的框架，它可以叫做国际治理、数字治理。希望有一天呢，不远的一天，将来的一天的话，能够实现，能够缩短距离，能够有每个人都有一种叫治理感，能够进入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数字时代。谢谢。这刚才是甘娜的发言。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部长、主席、女士。两年前的 IGF， 我提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贡献，年轻人对民主的贡献。我们在这个治理方面的话需要年轻人，那么但是呢我当时说的话可能时候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呢看到年轻人，刚才巴西、土耳其也都发言指出过这一点，墨西哥也谈到这一点，年轻人经常是走在最前列，他们呢是一个这个利益相关方，应该说年轻人就是互联网的未来。去年在日内瓦的时候的话，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这个论坛的未来，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来拯救我们的这个论坛，因为我们这个论坛的话有不确定性，因为的话参加的利益相关方不够不多，那个 IGF 没有能够充分体现出这个多利益方的特性，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这几天以来，因为有巴黎有法国在这儿，我几乎要讲法文了，但是我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风险，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成功，这次的这个论坛非常成功，巴黎法国让这个 IGF 又回到了国际舞台上，但是的话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担忧，让我们担忧的地方，马克龙总统也说过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就是关于这个英特网。对我来说呢这个呢不光是有三个这个利益相公方，因为也是有中国的互联网，有加利福尼亚州的互联网，我们不要说这些，我们呢要谈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价值观，开放的自由的，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对这个教育、对文化做出贡献，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对社会做出贡献。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主席女士，我们追求的是这个。我们呢，没有更好的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届的 IGF 的话非常的成功，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人来参加，也是我们未来的奠定了基础。谢谢。谢谢那周。那我们看到等待明年吧。现在呢，谢谢主席先。我呢哈莱布拉伊。那么我是海湾地区这个是全球这个人权中心的。我们呢在这儿要感谢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人来很好的组织了我们这次 IGF。这是我第三次参加 IGF。再次的话，我见证了那么很多，这一周以来呢，见证了很多这个 MENA，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些介绍。我注意到呢，有22个这个研习班，关于这个数字安全呀、网络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要的话题，有22次会议，然后我们这 MENA 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呢缺少还没有这个真正的网络中立，这个可获取性也不够，有很多的问题涉及到这个表达自由，还有相关的这个网络犯罪的法律，我们呢有些人还被关在监狱里头，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上发言。我相信呢，人权，应该是 IGF 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呢，去年谈过了，然后今年也谈到了这一点，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希望呢，有关的成员的话，能够好好的关注一下 MENA 这个地区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参与者是来自这个地区，我们呢希望呢大家能够在 MENA 这个地区的问题能得到大家的足够的重视。谢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一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代表性，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一些外联的活动，但是呢希望当地的社区能够动员起来。谢谢。在线还有没有发言人？欧尼亚，你 want to come back in a minute?我们待会儿再来吗？我们轮换吧。好，下一位发言人，你好，我叫毛毛嘟噜，我来自塞内加尔，我是私营部门的成员。我想要对 IGF 的秘书处表示赞赏，因为他们努力的让内容译成了联合国6种正式的语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初衷，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希望能够直接用各种语言创造内容，而不是进行翻译，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开展宣传。我们应该都准备好来接手这个项目，这也是涉及多方的协调和多语言使用。有了多种语言才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所有的人。谢谢。谢谢妈妈嘟。大家好，我叫 Shanna， 我是青年代表，
是亚太 IGF 成员。在过去的三天当中，我第一次参加了 IGF， 我尽量多的参加与青年有关的会议。我作为亚太青年代表与会之后，我意识到真的有必要把亚太地区的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视角带到 IGF 当中，因为亚洲有各种各样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的人们，我希望在未来不同背景的青年人能够参与各种会议，希望能够有更加互动性的对话，就是我们在进行讲习班和会议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加强沟通和交流，能够帮助我们弥合数字的鸿沟。谢谢。谢谢两位发言人，非常的遵守发言时间。是不是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如果大家真的非常想发言的话，再加入他们的团队，但是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就不要发言了。谢谢，谢谢法国政府组织了这一次非常高品质的 IGF， 让我们能够准备2019年的下一次论坛。感谢秘书处，感谢主席，感谢你们和咨询小组共同筹备了这一次的论坛，感谢所有的与会方，因为这一次多利攸关方的论坛是有了大家的参与，所以才能够成功。有一些与会者千里迢迢赶来，对于我们来说，你们的到场也非常的重要。我叫米盖尔·冈迪亚，我是代表巴拉圭。我还想要补充一点，我们在回顾这一次 IGF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也许可以继续在明年继续。这对于咨询小组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要忘了 IGF 在联合国系统当中也是非常独特的，与其他的论坛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秘书长关于数字问题的高级别论坛，我们要考虑到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谢谢。谢谢，感谢你们组织这一次论坛，让我见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我总在想，有人不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其实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些不能够与会的人。今天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生日，他也是埃及数字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有很多人他们在互联网界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来参加，有的时候他们陷入了困境，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群体的一员，但是呢不能前来，因为他们生活在专制的国家。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谢谢，谢谢你们组织这次活动，也谢谢你们邀请我。谢谢，安妮亚。
在线的发言。那就下一轮吧。大家好，我来念一念厄瓜多尔互联网用户协会的主席。我们希望互联网自由、安全、开放。为此，网络空间应该不断的更新，应该让所有人参与，政府、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家层面的论坛上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也需要政府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谈这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安全不能够影响到我们行使权利。谢谢。我来自阿塞拜疆，我是一个人权活动家。我们认为 IGF 应该要推动互联网的自由，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六年来，互联网的自由更加的受到限制，有一些博主他们被逮捕，甚至是被杀害。我还想代表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这个记者自由协会的成员。他曾经代表记者和民间社会参加 IGF， 从2012年起到2017年，他被捕，他一直都没有自由。这些人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声援。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大家都来支持他们。最后，我想说，这些记者他们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揭露出了腐败的行为。我们呼吁教科文组织不要再让阿塞拜疆的一些人作为亲善大使。不要再支持阿塞拜疆的专制政权，谢谢。主席晚上好，我叫郭西亚曼吉诺，我是贝宁 IGF 的副主席。我想提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关于会议的组织，我们可以减少平行会议的数量，开一个比较长的会，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互动，而且让我们在会议最后结尾的时候能够进行一个总结。第二个是关于治理的理念，我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治理这个词，
我读了一下相关的文件，我觉得他们说的也不错。现在对于这个词有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其实不太是治理，而是所有利用的一种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联合国是不是同意我们能不能够把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名字改为互联网应用论坛。谢谢科西。现在要结束发言清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确保最后有足够的发言时间。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线提供你们的反馈，谢谢。大家好，我叫Tima Shuto，我是私营部门咨询小组的成员。感谢秘书，感谢教科文组织和法国共同组织今年的 IGF。想要跟大家谈三个很简短的感想。我们昨天组织了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怎样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我们有三个总结，看怎样才能够让新技术来给残疾人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会议总结到，人工智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意识，我们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全面的政策框架才能够解决一些横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这一个新技术对残疾人的影响举办了这一次会议。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参加 IGF，我们肯定也会达到同样的结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分享，为了听取其他人的经验，我们来这里结成伙伴关系，我们想要找到好的政策来帮助我们实现技术的机遇。所以说呢，非常的期待明年在 IGF 上，我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多利益官方的模式。大家柏林见，谢谢。安妮，刚才我说大家是不是可以排队，所以我想问一下安妮这边线上还有没有。谢谢。我来自冈比亚，来自民间社会。2016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选举，我们想要知道怎样才能够动员起政府，因为一般来说，在开 IGF 的时候都是东道国有政府代表参加，我们认为非洲应该有更多的代表，特别是高级别的代表，因为在有一些国家几乎没有互联网，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家。另外呢，就是在投资方面，在我的国家，互联网非常的昂贵，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无法上网。我们之前也说到大家可负担的互联网，所以也许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进行投资，让当地的人口可以上网。我觉得IGF 是唯一一个大家能够在互联网方面进行交流的平台。
谢谢。大家好，我叫 Samalinsa， 我也来自 Ghana。我想感谢主办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GF， 我参加了许多的会议，但是呢，我想要重点谈一谈数字包容性和青年。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亲善大使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点子。今年我听到了很多好的想法，大家都说到要让人们能够上网，但是呢，也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线上人们生活很丰富，但是呢，有可能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都不知道他。另外，要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的就业。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比较有限，所以 IGF 的理事机构可以让亲善大使为设立更多可持续的工作做出贡献。不光是青年人，各种各样的人，谢谢。谢谢。我叫 Hans Klein， 我来自乔治亚理工，感谢主办方。我想再次说到政府在互联网治理当中的作用。在讨论的时候，我曾经说到对政府的权力感到担忧，但是呢，有人回答我说，确实应该让政府来处理，比如说网上的战争、青年的极端化等等，但是呢，我不愿意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问题都是来自于政府，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当然，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是为什么说一切都归罪于政府呢？比如说，我们谈到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展，以及新一轮的冷战，还有现在一些冲突的做法和网络攻击等等，也可能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预防反网络攻击发生。所以呢，可能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从地域政策上去找，而不是从互联网上找。此外，我们也谈及青年通过互联网，然后呢，被极端化了，然后就参与了极端伊斯兰组织啊等等。在多年以前，也发生了很多的战争，在中东、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战争造成了年轻人的极端化，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到新的互联网治理的模式。我们应该看政府呢，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政府不应该把自己陷在地域政治里头。谢谢。我想读一个在线的参与者的评论。谢谢 IGF， 我代表互联网社会的这么一个
无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像也是关于这个网络安全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保证互联网的中性、中立性，能够呢要让互联网为所有人服务。为此，我们就要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要加强地区和国际间的合作。谢谢。我代表一些这个宗教，一个宗教的组织，在20年以前，我在南撒哈拉地区曾经工作过。那个时候，我们每15天就要去长途跋涉，要这个经过7到8个小时，到达这个一个城市，然后在城市里呢，再花7个8个小时，去敲那些这个银行啊和就是多个公司的门，以便呢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当然，今天呢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我要说的是，我还经历过，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个情况。而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更多的传播信息和传播这个消息的渠道。但是我要说的是，获取信息的权利是人权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话，即使是有权利，又有什么用呢？比如说在非洲，要想把一个孩子送到欧洲的医院，欧洲人办的医院去，但是他还是没能被救活，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他的手机。但是我们是发现他的尸体是在街头，他虽然有这个手机，但是他没有联网，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球员的这个电话打出去。谢谢。是在呢。谢谢我们的东道国，谢谢教科文组织，感谢联合国金社理事会。很抱歉，我的这个话筒声音太低了，我拿下来说。谢谢阿林呢，谢谢你们把第13届论坛组织的这么好。美国支持多边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所以支持 IGF， 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可以让互联网更好的运行。所以啊，我们并不是这个多方，而是简单的多边，而是多个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合作。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明年呢，将要在柏林召开第14届的 IGF 论坛。我们这个论坛呢，已经开了有13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加强我们的工作效率，以便能够更好的回答各方的需求。至于和政府机构，我们可以呢，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细化，充分利用我们手中的工具，能够使我们更加有效率、有成果。我们今天是在谈判妥协的这种气氛中，我们不是像政府啊谈判的时候所在的那种气氛，而我们是有很好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有很好的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听取来自各
个社会群体的他们的声音和意见。谢谢，我叫米哈萨拉马达，我是来自芬兰。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互联网更加可靠，更加安全，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监管，有很多的局限。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达到网络安全了？我不认为，因为我们认为应该要更加加强交流，应该要加强教育，因为现在人们不了解怎么样自我保护，怎么保护他们的孩子，当孩子受到他们攻击者的迫害的时候。而且呢，还有这个从环境的角度来说，怎么样加强保护。所以啊，学校也应该教给孩子怎么样来预防网上的性骚扰，因为网上一些社交网络啊等等也会成为这个犯罪行为的媒介。此外呢，互联网是大量信息的一个滋生地，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对话。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进一步的看到新的艺术创新的一些作品等等。所以呢，这个互联网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技术服务。谢谢。是不是能够检查一下这话筒啊？好，请麦克发言。我是代表英国政府再次发言的。我是在英国政府数字技术和体育运动这个局工作。感谢各位，感谢你们显示出来的巨大的活力。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个指导委员会MAG 的各位成员，感谢你们大家所做的努力，成功的举办了这次论坛。领导，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做了很好的讨论，以及呢，还有就是在会间啊，这个也开展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光是在会上。此外，我要说的是，今年我们在英国有很多的来自英国政府的一些专家来参加这个论坛，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大概有20多位专家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人员。这些呢，都显示了我们的政治决策人也是愿意在这里和社会不同的参与者，包括这个技术人员、企业、民间社会等等来交换意见。因为对于政府来说，他们应该参加这样的活动，而这种会议的与会者也希望能够和政府展开交流，和他们和我们的这个各方的合作者交换意见。英国政府呢，很高兴看到 MAG 工作的成果，同时呢，也看到科学技术啊为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在2016年，IGF 呢是在联合国召开的。
当然我们还要对各界的论坛的成果进行分析，要整理出这个报告。我们非常希望第十四届 IGF 论坛能够呢取得更大的成果，我们会为此呢做出就是全力以赴做出努力。此外，我们也听到了 Lin 发出的呼吁，向其他的政府和其他国家，希望他们也能够举办 IGF 论坛，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论坛呢已经连续两届在欧洲举办了，我们可能可以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开会。另外还有一个信息，你们大家知道，在联合国有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呢是为我们这样的活动啊支付经费的。从我们论坛成立以来，就一直呢是在不断的支持这个基金，英国政府呢也是不断的在加强它的这个自愿的认捐。但是啊，这些努力还不够，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处。我知道啊，现在的一些同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们需要也得到帮助，希望有更多的人手。我这个呼吁不光是提给各国政府的，而且呢也是提向行政部门，而联合王国政府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努力。谢谢。是的，本来可以打断你，但是您刚才发出的呼吁非常重要。我来自刚果，是负责有关这个促进非洲社会的数字技术的包容性的问题。可以说呢，我在没有参加 IGF 会议之前，并不知道互联网呢也是人权的一个部分。我的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之一，但是呢我们国家里互联网要入网的话呢要付很贵的这个费用，所以我们呼吁教科文组织能够思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防止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互联网啊经常断网，很多人呢上不了网，以及呢我们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受到践踏的这种情况。谢谢。谢谢。请你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女士，感谢在台上的所有的人，以及呢感谢法国和教科文组织。我是乍得就是治理互联网论坛的这个乍得机构的负责人。我们认为呢互联网在治理互联网的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乍得呢希望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机制，有这个可持续的经费，以便让我们能够来参加像在巴黎举办的这样的论坛，而且应该要使我们这个机构呢成为一个很好的窗口。既然呢 IGF 完成了很出色的工作，我们当然要向他表示感谢，因为由于有了 IGF 的资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动员当地的资金。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年轻人参与互联网治理。我们谈到
年轻人在这个治理领域中呢，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因为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互联网就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些这个计划，比如说呢，任命一些大使啊、亲善大使啊等等。此外呢，还应该有一些微型的计划，以便便于年轻人的参与。此外，还有比如说以这个IGF 校园 IGF 或者是其他类似形式的这种交流，促进网络的治理。另外呢，还有这个 workshop， 这个 workshop 呢，它往往都是英文的，所有的这个网络的语言呢，几乎都是用英文。但是在这里，我们又一再的说要鼓励语言的多样性，所以啊，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机制来让人们能够免费的上网。此外呢，我们最后想说的，我要感谢 IGF 秘书处，因为他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希望这个秘书处呢能够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谢谢。你们等到最后的人呢是很有耐心，感谢你的耐心。Give me like listen。我是联合王国巴斯大学负责这个研究部门的，我是来自巴斯大学研究部门的。我参加了一些这个分会，但是我想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共同的大社会。这个大社会呢是应该了解 IGF 的存在，应该了解有关互联网治理的那些理念。我也听到一些批评的意见，比如说没有具体的措施，没有具体的效果，可能情况是这样。但是他们在批评同时却没有想到，即使没有具体的成果， IGF 作为一个论坛，它可以让大家充分交换意见，人们可以到这里来提出他们的看法，而且呢，可以在这种交流的基础上呢，会找到很多很多好的想法。所以我想我们有可能要进行思考，来把我们讨论的成果如何的传播出去，包括那些对互联网治理一无所知的人，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成果，使得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真正成为一个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还可以呢，要邀请教师啊，或者是那些法律工作者，他们可能对 IGF 并不了解，但是他们邀请他们来呢，可以让他们也做出贡献，即使是只是听取我们发表意见，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传播到他们所在的领域。也许呢，我们还可以，他们呢，还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带给我们。我们呢，有的时候经常，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们总是在自己人之间开会。那么好，秘书长已经讲过，哲学家，还有这个社会学家的话，他们也应该参加这样的话。我叫李凡·塞斯特，我是来自英国，我代表这个年轻这个互联网学会的，我是第一参加 IGF 的话，我意识到的话，这是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空间，所以的话，很失望的看到呢，昨天因为有个会议厅的问题的话，我们呢好多的这个利益相关方都进不去，没有足够的地方。那么，这两个这个参加的活动都是这样，一个是 AI， 另外一个是伦理的这个讨论。本来的话，我呢，我还忘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会，我忘记什么主题了，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呢，好好的，
也许的话，请人们呢事先报名，看一下哪个会议有谁去参加，这样保证每个人这个会议的话都有这个位置。然后能够保证他这个登记的话都能够参加的会议，而且的话会议之间的这个差别也很大，有些这个会议的话是让会场可以自由发言，有些的话没有给下边发言的机会，我觉得比较令人失望。我们呢还应该给这个下边的话更多的发言的机会，因为这个下边呢是代表了真正的利益相关方，我来这儿的话并不是为了听的，这个我在这个互联网上已经这样做了，谢谢。 我们呢，还以刚才半小时之前的话，已经关闭我们的发言排队了。现在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请大家简短一点，谢谢。我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电子疆界这个机构。首先，我要表示感谢联合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成功的组织了这次活动。我第一次参加 IGF。 所以的话，我很抱歉，如果我的说的话，好像是这种初学者的这个意思的话，请大家原谅。在IGF 参加这个会的话，我感到很渺小，但是的话，我也很渺小，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话，都知道，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开放性。我听取了马克龙总统的发言。 我是这样想的，互联网是否还能够继续的做到开放？尽管有这么多的这个法规条控，是否有这么一条线，是把这个监管主权和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是划分开的？如果要是法规太多了，我们呢还是应该给这个公民发言权。我们为什么要去调控那些假新闻？ 我们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去这个批判的看这个社会，而不是把这个媒体给屏蔽起来？我们呢，我们要考虑到公民的利益，让我们的调控呢有意义。公民要相信政府，而这个政府要很好的利用这种信任。那么需要。 建立一个信任的氛围。George Deck 这个同事也都说过，我们呢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政府行动的直接结果，比如说这个美国选举了这个特朗普，另外还有民族主义的这个崛起。 那么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和这个联合国的共同行动。谢谢，谢谢。那我们呢，这个总结会议这一段就介绍完。然后呢，待会儿呢，马蒂诺呢要做一个发言。我们呢，当然都记录下来大家的发言，而且都有文字。当然的话，看我们今后可以采取什么样更多的行动。 那么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优先的排序，的话我们都记录下来。来，我们继续下边的日程。就像这个塞德拉姆教授，我们呢马上要明年要有2019年的 IGF 的会议，我们现在呢是做。 闭幕会，我们现在进行闭幕的思考。我首先请 Monel Majibi， 他呢是一个这个法国的数字国务秘书，请他来发言。女士们、先生们、阁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人和我们在巴黎一起度过了这几天。 这几个小时之后，来又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我呢非常的荣幸来和大家一起宣布这个巴黎会议的闭幕。IGF， 我特别荣幸，因为特别是昨天大家参加了一个值得纪念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的话形成一个想法，也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有效的，而且的呢能够让公民有信任的。这个马克龙总统的话定出了很高的目标，在他的星期一发言中，有14000人听了他的发言，他不仅是在这儿，他的声音也传播到外边，我们呢一起进行了讨论，很多人进行了发言，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是非常热情的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哈，我们今天在这个互联网的治理所采取的决定对未来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坚信如果政府不行动起来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面临着社会的挑战，我们大家都面临这种挑战，因为数字技术在成熟，现在呢到了行动的时候，所以呢这种行动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基础，这个总统也谈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聪明的调控的监控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呢一种非常微调的调控。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开放的多边主义，我待会儿还要谈，因为法国总统的话说过，法国呢主张这个创新的调控，我们所主张的调控不是那种老式的这个调控，用老的方法来进行调控，我们要考虑到有关的限制，并不是说猥琐让人猥琐欲外，而或者呢是这种封闭式的调控让使得这个互联网陷入这个瘫痪，而我们要互联网开放，我们呢要定出治理的目标，要有价值观，那么要有一种欧洲的方法来，我们需要确定这种治理模式。所以呢法国签署了听不了力的就是说他是在里斯本的这个Web 这个峰会之前签的这个文件。6个月前我们呢法国的所有的这个相关方都参与了这个做法。我们的目标呢是要保证这种调控它符合公众利益，也是我们的公民所期待的。我们呢要进行智慧型的调控，这关键呢就要使行动方各负其责，而且呢监控机构也应该这个承诺我们要加强资源调动，因为这种资源呢非常的缺少。我们呢要使用创新的方法使它为我们的目标服务，同时的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要参加起来，所有的民间社会来确定我们的这些目标。这种监控呢大部分的这个欧洲和世界的行动方都期待着，但是呢这是一种负责的选择，我们不能这个听之任之，这种听之任之的做法所有的公民都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一种合适的调控就会导致有一些行动方他们呢这个过度的执行所谓的规则，这个呢是会妨碍我们的民主和创新。所以呢我们就是找出了第三条路，共和国总统所定出的第一个目标是打击这个仇恨语言，打击这个非法内容，这个网络中立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的话它不能使我们对那些内容非法内容听之任之。法国一直主张调控网络，但是呢我们也要在内容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取得进展，我们呢应当能够
在这个做方上呢，重新考虑我们的这个原则。我们呢要有更好的调控，要有动员相关的资源。现在这 IGF 的运转是让所有的社区群体参加，这种集体的人参加是一个核心的这个重点。这个民间社会的参与，私营部门的参与，这能够保证我们的行动能够符合技术的要求。而且的话能够符合我们的这些事业，符合数字创新的目标。那么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维度，法国呢是坚决的支持。通过这种模式的话来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正是本着这种开放的原则，昨天我们呢支持了法国的巴黎呼吁，来加强网络的信任，加强国际合作，加强我们的集体的能力，来防止这种攻击。这种新标目标的话，我们通过昨天文件的签署，使我们呢有一个长久的做法，能让它能够促进公民的参与，使民主更加的现代化。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制定规则，如果要一块通过这些规则，那么国家它应该是唯一的主权方，这个主权能够，这些国家能够坐在一起，能够通过这些规则。那么除了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思考，那么这种国家的这行动的话，能够更加的加强我们的 IGF， 这也是共和国总马克龙总统所表示的这个意见。那么我们需要这种多边主义，不光是法国的、欧洲的眼光，它也是一个很多国家都支持的一个观点。那么好像要放弃一些主权，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众的压力，这个要推着我们向这方向，因为互联网已成为一种现实。那么政府是代表人民的这种期待渴望的，我们要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呢要和他们一起做出承诺，让我们呢一起来建设这个未来。在法国去年七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也就是把所有互联网的这个参与方都来一起讨论这个相关的重要的问题。我们召开了这种全国大会，我们呢在法国有一个声音，也在欧洲和国际上来确定我们的立场。我们呢制定了一个法国议程，在今后几个月里边，我们希望呢共和国总统也提出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制定欧洲的议程，欧洲的议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议程，应该是世界的这个世界议程，我们应该到 IGF 去支持这种世界议程。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做法。我们呢今后还有很多讨论的机会，包括 G7 IGF， 明年的 IGF。在这儿的话，我要特别感谢德国的同事，作为下一届的 IGF 的东道主，他们呢让这个 IGF 的更加的多边主义，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如果我们要记住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绝对的相信 IGF， 我们要使它成为一个讨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头可以做出决定，我们都要负起责任。作为这个行动方，在这个责任当中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还要流很多的汗，我们但是有很多的机遇来改使这个互联网的智力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这个国务秘书。我们现在来请
我们的这个社区代表是麦格选择的，来讲几句话。首先，第一个发言者是 Noah Ashraf Abel Baki 先生，他是这叫数字草根组织的这个代表，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来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叫 Mara。他说阿贝勒巴基，我是埃及人，我呢是这个 IGF， 我们这个叫数字草根呢是一个年轻人发起的一个倡议，我非常荣幸在这儿呢，在这儿代表年轻人的声音来参加这个 IGF 的2018年的闭幕会。那么信任的互联网是我们的会议的主题，年轻人、女性还有残疾人还有其他的这个群体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年轻人和年轻人经常在看到呢互联网治理的讨论论坛里头经常是男性占主导，无论是线上线下开放的网络里面，我们呢要在年轻人和其他的方面展开这种开放的讨论。这个数字草根这个倡议呢是年轻人发起的，他呢2017年 IGF 在日内网诞生的，他有10个国家参加，一年来的话我们在40国家里头对年轻人提供了培训，无论是法语国家还是英文，就是培训他们这个数字公民性的这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建议，让告诉他们怎么有效的参加在当地和在其他的这个英特网治理的青年参更好的参与，通过与其他合作者的协作，比如说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合作，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合作，比如说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赞比亚来宣传我们的愿景。我们的共同创建人和亲善大使参加了许多国家级和区域的活动，以及其他在互联网领域的一些会议。我们看到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措施，青年人带来了新的视角，而且带来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们想要表示担忧。Nous nous sommes unis pour exprimer notre préoccupation. 我们担忧的看到，在青年和性别方面，会议很少，而且与会的人也不够多。我们向 IGF 界发出了呼吁，让更多的青年参与，希望大家都来签署我们的请愿书，让青年的担忧能够更多的得到考虑。 IGF 在筹备的时候就有青年的参与，我们也担忧的看到在会议安排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赞助，让更多的青年能够参与。最后，我想要引用一个同事的话，他说 IGF 已经到了青少年的阶段，所以青年其实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少有的多利攸关方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共同的参与。谢谢，感谢你们的聆听。Thank you very much. No. Our next speaker is. 下一位发言人是 Liz Firm. 他是世界电信协会 Ethno. 各位阁下。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不好意思，我的法语不够好，所以还是用英语。我是欧洲电信网络运营商协会的总干事，我今天代表的是私营部门。支持信息社会，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倡议，这是全球在 IGF 和商业方面的联络点。我们今年在巴黎参加第13届 IGF， 主题是信任之网。过去的三年当中，我们听到了许多私营的企业，他们承诺要建立起信任，企业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责任，要确保 ICT 的使用安全的使用，而且呢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多利攸关方参与。许多与会方都对现在的话题进行了交流，而且也表示愿意共同解决问题。这一种方法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大家的信任。企业来参加 IGF 是因为我们相信多利攸关方的这种治理模式。今年各个参与的参与方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通过开放的讨论，能够讨论怎样能够确保一种开放和透明的治理框架，而且呢要在创新和 ICT 技术方面有可持续的投资，要建立起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三个支柱。首先，我们必须确保互操作性和整个信息技术系统能够支持用户的参与。第二，就是我们要确保一种综合性的政策方法，包括要考虑到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治理方面的问题。最后，我们必须要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每一个利益关方的群体都能够让 IGF 更好地理解各方的需求和他人的意见。这种开放的环境和所有人的参与，包括私营企业，包括民间社会和技术界的参与，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让政府能够全方位的获得各方面的信息，做出妥善的政策决策。所以必须要继续使用这种自下而下多利诱官方的方式。 IGF 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实验室，也能够传播最佳的实践，推广技术，加强各利诱官方的能力。正是这一种透明度，这种开放，让互联网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平台，而且它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包容性和互联性。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保护这种模式。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谈判，但是呢，如果你认为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并没有任何的结果的话，那你就错了。企业来到这里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与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的行业进行合作。举个例子，微软的 Airband 这个倡议是为了减少数字鸿沟，为大家提供低价的无线网连接，特别是为农村地区，包括美国、拉美、非洲、亚洲和欧洲。这一个项目是在2011年 IGF 的会议上发起的。第一次的试验项目是在 Nairobi 肯尼亚的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倡议已经获得了当地社区、技术提供者、政府、私营企业的协助，在全球37个国家开展。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Telefonica 的一个项目，全民网络的项目。它是连接下一个10亿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也是为了推广在偏远地区的互联性。有许许多多的项目是得益于 IGF 才能够诞生，我们应该要广为宣传。只有通过推广和宣传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才能够切实地落实 IGF。 在这个方面，私营部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帮助我们推广现在 IGF 的工作成果。 IGF 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确保 IGF 的工作成果是非常清晰，而且能够让所有愿意做贡献的人获得。私营部门现在正在咨询小组当中牵头一个项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出贡献，提出意见和建议。企业是你们的伙伴，能够帮助你们建立起信任，也是通过多利诱官方的方式。这是 IGF 真正的本质，我们也非常的珍视。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作的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一个包容、可持续、以人为本的互联网，以便能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Ms. Fu. I'll call upon the next speaker for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Mr. Sumon Ahmed Sabir, CTO of Fiber at Home.
大家晚上好。感谢技术界让我在这里发言。我非常高兴的能够在过去的13年与 IGF 合作。我想说 IGF 和咨询委员会对于技术界来说其实并不是我们常常参与的一个会议，有的时候技术界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呢，技术界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的好的工作，我们提出了许多的技术的建议，还制定了一些文件，而且我们现在咨询小组，我们在设计会议的时候应该要谨慎，有的时候讨论的这个结果其实不符合现在技术的现实，当然也要找到一个好的折中的方案，而好的方案呢，就是各界都能够在讨论当中找到他们的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有一定的压力，需要我们有更加切实的成果。法国总统也说到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的方案，但是呢，作为技术界的代表，我想说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但是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能还在探索怎样解决，而且也需要与其他的各界合作。在 IGF 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我们要把技术问题用一种更加容易理解的语言解释出来，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彼此理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理解其他代表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讨论让我们的观点更加的复杂，但是呢，这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技术应用在更多的方案当中，但是呢，我觉得还需要耐心，我们要理解彼此，要建立起信任。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信任之网的话，就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再次感谢大家，非常的高兴与大家合作，希望大家以后工作顺利，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Suman. 谢谢 Suman。下一位是 Moiz Chakchuk。他是教科文组织信传部门的助理总干事。各位阁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参加 IGF， 而且呢，参加第13届 IGF 的闭幕仪式。前3届我都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呢，今年参加了法国举办的 IGF， 我们讨论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关于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而且呢，让我们共同的讨论解决的方案，能够确保和平，建立起信任。我们的交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共同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们应该谈得更远，要谈到互联性和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要采用一种综合性的方式，当然要考虑到人，也要帮助大家应对教育、数字能力和多语言使用的挑战，当然要有创意，同时又要采用有利于发展和互联网崛起的政策。对于教科文来说， IGF 是一个重要的活动，让我们能够落实全球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峰会，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举办 IGF， 让互联网成为我们行动的一个重点，通过推动在互联网上的多语言使用，帮助土著人民和残疾人上网，互联网上的性别平等等，教科文组织希望能够赢得互联网的挑战。 IGF 与教科文组织的思考也是密切联系的，包括在知识社会和良知方面。在这个领域，教科文组织明天将会和互联网协会和 Mozilla 共同 主办一个人工智能的会议。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大家参加这些讨论。如果是大家有机会在线参加的话，也可以。这将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讨论。还有，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才能够充分的保护人权，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入互联网。互联网的普遍原则是提倡要建立一个以人权为基础开放的互联网，应该能够让互联网继续让我们全社会和每一个人都获益，让不同的参与者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互联网治理的论坛强调了这个治理呢，其实和其他很多问题是相关的，我们必须要时刻考虑这些问题，继续我们的对话，进行包容性的对话，并且呢，共同的来努力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答案。女士们、先生们，我在结束发言之前呢，必须还要感谢所有的与会者，感谢所有的发言人，以及呢，法国的慷慨的接待。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 David Martino， 他是我们的大使，以及他所领导的团队，包括戴利亚·阿哈莫尼和皮埃尔·波尼斯。我很高兴这一次结识了你，以及呢有关的组织委员会的那些协调员。我们将要继续来关注网络治理，以及呢科学技术的使用、传播技术的指示能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此外，我要感谢林森·丹姆女士，她是磋商小组的组长，以及呢所有对我们这一次旨在建立一个包容的、透明的一个论坛做出贡献的同事。最后，我还要感谢教科文组织的团队，尤其呢是这个Sasha 领导的团队和所有的在教科文组织内部啊和法国政府联络的这些这个团队。同时呢，我还要感谢所有的与会者，他们信任
这个论坛，相信这个论坛能够这个有结论，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保持对话，继续呢找到有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另外，论坛的秘书处和乔克文组织他们的合作呢，可以形成一种这个合力，向世界和公这个全球社会啊证明，我们一定能够把互联网的治理做得更好。阿祖雷总干事呢也发出了他的一个信息，他在讲话中呢也谈到这一点。我感谢大家注意的听取了我的发言。非常感谢。下面是磋商组的咨询组的这个主席发言。谢谢。在这次会议开幕之前，开幕的时候我已经感谢了很多人，但是我要在这里呢特别感谢 MAC 小组的所有人，他们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制定了一些计划，以及呢这个年度的会议怎么筹备，以及呢怎么宣传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我们也能够呢了解为促进呢更多的人进入互联网而努力。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小组，是为了进一步的改进 AGF 的工作和它的工作方法，还有一个在交流传播领域中以及呢还有这个筛选这个问题。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小组都是开放式的，他们每一个小组呢都在不断的就这个他们的领域啊交换意见。当然我们还会开设一些其他的工作小组。最后我还要感谢AGF 的秘书处，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查盖代Yunus 等等。实际上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却非常的出色，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他们。有关这个感谢呢，联合国的发展和社会经济部门的人也感谢你们。作为第一次，我想这是第一次，虽然我不确定，是从明天开始一个新的咨询小组就要开始工作了。这样呢，在论坛中原来的磋商小组的成员都要离开了，但是他们从明天新的这个咨询小组的成员从明天开始就要工作了，所以要感谢总干事，感谢秘书处，感谢大家所做的努力。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开幕式的时候听取了重要人物的发言，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国的总统。另外还有很多问题啊有待解决。此外我们要看一下在我们的职权领域中和我们的资金的范围内能做一些什么事。鉴于我们是把重点放在社区和地方一级，所以我们当然要继续努力，要找到更多的支持，以便能够让我们的行动得以加强。我们大家都知道，
各国政府和私营企业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工作，而且也愿意参与进来。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倾听。可能下一周吧，可能明天我们不能够立即开始工作，但是下一周开始，肯定呢，新的 MAG 组就会要开始工作了。他们的名单呢，将可以从IGF 网站上找到。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是新的成员。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想法。此外，当然我还要感谢教科文组织，感谢他的团队，对我们的接待，以及呢，Martino 和其他的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他们的贡献，我们什么都做不成。这次会议的这个组织，都完成不了，包括呢，就是在动员国家一级的参与，青年人的参与，你们这个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呢，这个设备可以运行，有的时候呢又出问题啊等等，但是你们一直耐心的、坚持的去解决，谢谢，谢谢林呢。下面我请 David Martino 大使发言，他也是这次会议的共同主席，谢谢。这是我作为啊，数字大使在这个任职上的最后一次发言了，因为明天我就要把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的继任，他同意接替我的工作。我没有准备什么要说很多话，因为部长，我们的部长已经说了不少了，所以呢，我想是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说几句。我参与的第一届 IGF 的会呢，是五年以前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然后几周以后，我们呢又到了这个突尼斯，去开会。这也是在这个，它是网络上的一个一个持不同证件者。五年以后呢，我们又在渥太华，见到了 Lynn。他跟我说呢，如果法国愿意啊，在2018年作为东道国来举办 IGF 论坛的话，那太好了。我回到巴黎以后呢，就和相关方呢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因为 IGF 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机构，而且它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机构。而法国呢，非常的愿意和联合国加强合作，而且我们的主题呢又是互联网的治理。 IGF 它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呢它是有普遍性，它的普遍性啊不是其他所有的机构都有的，因此呢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向政府，这个政府接受了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一届 IGF 的论坛和秘书处和我的这些同事，以便呢能让大家到巴黎开三天会。我在这里，在我们分手之前，我要说的是，你们应该相信我是一直努力为这个 IGF 工作的。我们大家都需要IGF， 同时我们也需要 IGF 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显然就应该要让 IGF 有所改进，
有所能够在原来基础上前进。当然 IGF 有它的职能范围，在这个信息社会峰会的时候成立这个 IGF 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它的职权领域，然后在2015年12月纽约召开的会议的时候又进一步的对 IGF 的职能进行了修改，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领域中做更多的事情。而 IGF 包括了解国际社会将要面对什么重大的问题，而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啊当时他成立的时候讨论那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又随着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正像马克龙总统两天以前发言中谈到的，政府国家应该关注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而最好的应该采取最好的做法，而不要呢而能够避免过度的管制过度的治理。因此呢我们在制定啊职权领域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事物的发展，而这些事物的发展正是你们这些互联网的使用者，互联网的这个不断的那个更新的这些技术人员，你们呢更清楚，所以呢你们应该给我们提供你们的看法。那要想让你们的看法能够被我们所了解，就应该呢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写下来然后转给我们。法国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支持多利益相关方这个机制，我们认为这个 IGF 呢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么一种做法。所以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建议看法和你们的立场能够得到重视的话，那就应该呢从我们制定规则的这个内容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看法转达给我们，因为你们是这些规则的也参与了这些规则的制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这种磋商和咨询变得更为有效更为透明，能够让社会各方更有效的互相交流，能够这个让那些啊原来不积极参与 IGF 的这个方面呢这次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所以呢我是向所有的在场的各位发出这样的呼吁，你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时机，要继续呢在我们瑞士朋友去年所做的努力的基础上来抓住机遇掌握时机来修改我们的这些章程，因为我们的工作有必要进一步的得到改进，是以便呢能够让它取得更多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多利相关方这个机制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和其他的一些企业，比如像这个私营企业去和他们这个磋商，因为网络的安全网络的这个信任不能够仅靠一国就可以实现，我们呢必须要了解世界上各种好的做法，同时呢还要展开这个国家内部啊这个多边的对话，包括私营企业的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成果。因为我们提出了这个一个Paris School 这么一个机制，仅仅呢这个倡议啊提出两天就已经有很多的国家54个国家响应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呢来对这个倡议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思考，然后也鼓励 IGF 在此基础上来
利用这一个机制，使得呢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就是网络这个武器贩卖啊和大规模的这个扩散啊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呢斗争。此外，我在和动力联盟交换意见的时候也谈及应该充分显示 IGF 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要采取具体的一些措施，可行的现实的一些做法。我认为呢，在我们未来行动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作用，所以我想在说了这些话以后呢，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一直是这个致力于 IGF 的工作。我很感谢大家的合作，我下面的这个工作在我的岗位中呢，就是要去鼓励阿富汗的公民社会，来让他们也参与 IGF 的工作，让这个下一届的 IGF 的论坛呢是在阿富汗举办。谢谢。好，谢谢大使，非常感谢。确实 IGF 阿富汗是非常活跃的，而且他们也是很有这个力量。下面我们邀请 Daniela Bomstorp， 她是德国经济部的一个副局长，她呢要来给我们就下一届 IGF 的举办来介绍。谢谢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这一届 IGF 论坛开得非常成功，它包括了来自各方的代表。Thanks to France. 感谢法国，感谢联合国，感谢这个你们组织的这届 IGF， 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好了，非常的好，所以祝贺你们，值得赞赏。但你们把这个目标定得很高，特别是对我们明年下一次 IGF 的话将在柏林召开，那么看到在这儿取得的成绩，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好的激励，也要达到同样的水平，同样的话满足大家的期待。根据我们现在的总结，我们承诺这个我们要向瑞士和法国学习，我们的这个这个操作的话也要看你们的这个受到你们的启迪，受到你们的这个群体的启迪，然后所以呢我们呢对你们大家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我们 IGF 的话正是为了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多立相关方的这个论坛，年轻人和我们的话也都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呢要通过这个集体的这种这个努力，建设一个开放、安全、可靠和真正的全球性的这个互联网，这个没有审查、没有歧视、没有宣传，所以呢我们呢要把下一次的这个办好。所以的话德国非常的高兴能够主持2019年的 IGF， 我们的话欢迎这个会议，因为我们坚信 IGF 和它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做法，它是我们这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对话的这个场所。我们呢非常高兴，非常的荣幸的欢迎大家来到柏林。柏林是这个召开 IGF 非常好的地方。我们有些人的话可能已经去过，有
的将要这个知道这个城市，明年的话，将迎接你们。柏林呢是一个开放的、令人激动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城市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很多的初创企业，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创意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每天柏林呢都在吸引新的人才、新的思想和新的投资。我们相信柏林呢肯定是，而且将是一个大家能形成愿景的一个地方。2019年的11月份，应该是你们，它是你们的城市。那 IGF 的这个多利相关方，将要这个在这个城市精神的这鼓励下来开好这个话，所以的话，明年在柏林相见，无论是去现场还是通过在线连接的方法。然后的有关的，已经有这个网站是 www 这个 IGF 2019柏林。那现在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的短片 IGF 2019的这个 IGF 的短片。If a president of a country has to call the owner of the internet, who should he or she call? There's nobody.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We have a social problem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these media, and we have to educate people. Offline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should be the same in the online world.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technology should not take away our humanity. 20 years ago, the internet was more or less a technical issue with som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but today it's a political issue with a technical compon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super powerful technology. Virtual reality, big data, criminal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all of those are incredibly important. I do feel that we are an adaptive society.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will help sustain the internet and make it stronger. Everyone who has a stake in a topic that's being under discussion can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Let's keep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internet and get it a safe and democratic space. Digitalisierung kann nur mit Vertrauen gelingen. Wir danken den französischen Gastgebern und wir freuen uns darauf, die Diskussion in Berlin fortzusetzen. Berlin is really a vibrant place, specifically the tech community and the digital community.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viele engagierte Menschen daran mit, das Internet der Zukunft zu gestalten. Die vor uns liegenden Aufgaben verlangen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genseitiges Vertrauen. Lassen Sie uns gemeinsam nach Lösungen suchen. Ich freue mich auf Ihren Besuch und lade Sie herzlich zum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2019 nach Berlin ein. So, welcome to Berlin. 所以欢迎大家去柏林。非常感谢我们的最后一个发言人，他是代表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Fabrizio， 他呢是战略协调的助理秘书长，代表秘书长来发言。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这个以及在这个在线的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呢现在来到我们这个紧张会议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这是一个学习的旅程、政策的旅程。我们的核心的话题呢是这个信任互联网。要感谢大家所做的事，我呢要这样讲，我看到你们的这种积极参与的非常的鼓舞。尽管我们缺少资源，关于首先的话，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他呢开始了我们这个旅程，那提出了非常高瞻远瞩的建议和这个做了首先发言。我呢要感谢法国，这个对我们的在智力上的启迪，而且的话作为
体现在巴黎呼吁当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个东道主的慷慨大方里边。我们呢非常的荣幸接待了在这儿，有这个马克龙总统的参加，还有外交部长让·尤雷特扬的参加，马主席国务秘书的参加，以及这个David Martino，他呢是这个数字大师，还有。 我们呢也欢迎他的继任者，新的这个数字事务大使，而且要感谢他的这个团队和他们一起观测。同时的话，还要感谢我们教科文组织的，同时特别是总干事阿祖雷女士，她呢也给我们做了激动人心的发言，在开始的时候，同时的话给我们提供了方便和支持，在整个。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特别要感谢你们，你们这些与会者，你们呢有2000多个人是实地参加，而这个在线参加的就更多，是140个国家，代表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其中这个与会者的40%在巴黎的现场，参与会者都是女性，我们希望在德国的会议上呢，坦率讲呢。 2018年，因为经常有人批评我们，说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这个参加的比例不平等，这个因为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个性别平等，我们希望下次能够达到这个男女的平等。你们呢是这个IGF 多利相关方的代表，我呢。 在这儿呢，就要特别注重，这个多边主义和多利益相关方这种主义。我们今天会议就是一个典范，包括巴黎的气候协定，也是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做法，而且2030年的议程也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多边主义的这个做法。 但是你们就是这种做法的核心，所以我要感谢你们。这个统计数字的话是非常令人惊喜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产生的活力，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我们会场外。因为这个我们通过了丰富的讨论。 我呢注意到，我们谈到三个主要的话题，就是信任、数据和伦理这三个话题。信任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因为呢这个信任缺失，包括国家之间、国家里边，还有对多边机构的这种缺少，而且呢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也经常阐述这个问题。 在这三天里啊，大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对这个联合国有这个信任的缺失，大家深入的讨论这个信任，数字信任的问题。而这个信任问题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你们正在寻找具体的办法来增进这个信任，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增加。 透明性，增加这个问责，包括企业和政府和个人，那么信任也涉及到伦理的问题，而这个 AI 的这个讨论就体现出这一点，社会包括这个数字社会的话，没有信任是不可以运转的，所以的话，我要鼓励你们，以及这个联合国的有关的专家小组能够找出具体的办法来。 增加我们的这种信任。那么，数据也非常的重要，这一点也体现在你们的讨论当中。那么，社会全世界的社会，刚才马蒂诺也提到这一点，都在寻找一种正确的政策上的平衡，就是关于数据管理的平衡。那么，要使数据的话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数据呢也需要得到保护。 这个呢是对公众和个人的利益都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呢，
那么这里边呢，既要保护这个商业利益，也不能够也要保护人权。有的时候呢，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我就像我在发言时候说到的，这个数据呢，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和跨部门的领域的问题。那么数据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这个标准问题，但它是同时也是个社会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贸易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的这种多边的这个利益方面的群体的话，就要很好的迎接有关的挑战，来用综合的方式处理好数据的问题。除了这个信任和数据，很多的会议也讨论到了伦理和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这个伦理的话，可能是科技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给机器编程的时候考虑到伦理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制定这个指导的方针，是否对那种无人操作的武器以及无人驾驶的汽车，应该给他们制定这个符合伦理的这种这个指导。这个因为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个 AI 的这种应用，所以的话，在今后的 IGF 的话，我们呢需要有哲学家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讨论这个伦理的问题。所以的话，我要重申呢，这个秘书长的话，这个呼吁呢，我们的这个 IGF 呢，不仅是多利相关方的，而且也应该是多学科的一个论坛。这是包括有法律的人士、哲学的人士来参加。那么 IGF 的话，它也在经过一个过渡的时期，像很多的这个组织一样，要保持它的这个适用性。那个马克龙总统呢，和这个秘书长都特别期待我们的 IGF。他们的这个讨论当中呢，指出的话，指出我们需要进行变革，来保证这个我们能够继续的受到关注，能够帮助减少这个数字鸿沟。我们第一天就指出呢，那么这个是一种能够让互联网完成这个连接人类的这种功能，是为好的事情，而不是为坏的事情。那么我们需要进行多方的努力来加强 IGF， 能够使它应对这些有关的挑战。我呢，听到一些发言，就是说在自由和监控方面如何找到平衡。我觉得呢，这个没有法治的话，并不意味着自由。那么无论是在自由这个私营部门，我在这儿呢引用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这法国的拉高迪尔他说的话。他呢曾经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在这个1848年这个法国这个经历欧洲的这种工业革命，他说在这个穷人富人之间，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是自由被限制，而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能够解放我们。所以呢，法治国家那么就是它是要符合国际的这个规则。所以呢，这个法治国家是一个解放的因素，没有法治的国家呢，就会造成这种恶果。这种恶果呢，
我们的阿塞拜疆或埃及代表在发言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一点，所以的话，我们要倾听 IGF 的这个呼声。如果我们要改进，这个要保护这个因特网的所有的这些特性，这呢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政策的框架，能够保护这个互联网不会走到这种邪路上去。IGF 的话，在做发挥很多的作用，来保护我们的这种合作机制。这个呢，也是联合国秘书长的高层小组所倡导的事情。所以我请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这个小组的这个讨论。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的这个数字合作。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还也需要这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阁下，本周的话，举行了170次的会议，从这个主要的会议到公开论坛以及讲习班，这个研讨会。我们的话应那么要感谢这个 MAG 这个2018年小组所做的工作，特别是 Miss Lim Saint-Amand 领导的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者。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所有的联合国的员工，包括他这会务组、这个保安人员、这个传播部门以及这个远程参加的技术人员。同时我们要这个同时要感谢这个国家地区 IGF 项目的这个参与。那么有全世界一共有110个这个 NRI 项目参加，其中有50个直接参加了现场的会议，有些人呢直接这个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们呢，明年是第14届的 IGF 这个年会，那么我们需要采取这个创新的方法来，考虑到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意见的反馈，来鼓励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更多的参加。最后，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为我们这一次活动，赞助的这个赞助方，主要呢是联合王国。要我们呢有很多私营部门的这个赞助方，这也是使 IGF 它的运作方式呢成为一个榜样。我们由于呢有很大的这个多样性，所以会使我们的活动取得成功。当然我们呢还要继续努力。我在这里啊还是要向你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资源，我们在这个 EGF 里头，大家的工作人员以及呢 MAG 成员，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收入，不收取一分钱，在那儿呢，这个自愿的工作。而我们联合国的官员是有工资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希望 IGF 像一架这个列车一样，正常的运行的话，那么就应该向它的油箱里不断的浇注汽油。所以现在 IGF 这辆车油箱里的油不多，所以它呢不能开得很快。因此如果要希望 IGF 能够为我们面对的挑战做出更多的这个努力的话，那就需要呢给它更多的这个油和动力。
我是第二次参加IGF 的会议，所以呢还是一个新手，但是我很惊奇的看到你们手中仅有这么一些这个资源，但是呢却在世界上有这么广的这个网络。当然如果不能够，我要感谢你们的努力，同时呢我还希望能够不断的向你们的邮箱里头注入这个汽油。此外我还要感谢德国，感谢德国同意筹办下一次的会议。我想我们还可以呢要加大我们的代表性，我当然会很高兴去德国参加下一届的这个论坛，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啊在今后在其他的地方举办这个论坛。我祝大家回程顺利，也希望呢在这三天的工作中会议中你们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启示也对这一座这个慷慨的接待了我们的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祝大家一切顺利，再见。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副秘书长先生。我只想呢最后说一句，今天在楼上有一个酒会，这是由我们下一届论坛的举办国一个招待会。我没有听见你们大家鼓掌啊，对那些这个打这个荧屏字幕的工作人员也应该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大家，你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好，我们下回呢在柏林会议上见。